阮爸是袂甲你见面的。你毋是伊啊？你哪会知无想要甲我见面啊？而且话阁讲倒转来，进前是因为有刘嘉文伫哩，所以恁爸爸毋才会拒绝我。即摆伊拢甲刘嘉文切啊，我想我若甲伊交往，应该无问题啊。徐姐，你是听无人话哦？阮爸就是无佮意你，你为什么一直要甲阮爸讲个定？我多啊，想叫我对恁爸爸一见钟情，再见痴情，而且我这么佮意你，嘛这么佮意恁爸爸，所以咱来当变作一家伙啊！我想，徐姐，我拜托你，若是用迄个时间啊，就去追求别的有钱人。阮爸真正无佮意你，好不好？你若是愈安尼，我愈无爽快，而且你这朋友我拢无想要交啊。雅君，咱两个是小查甫二人组呢。啊，假使讲你连我这个朋友也拢无爱，到时阵你若有啥物困难，是要找谁讲啊？而且即马咱两个人是有共同的秘密哦，你唔通袂记哩，迄个死去的。好好好好好，我阁问看卖，我阮爸是毋是要甲你见面，好不好？对哦，安尼唔再是我的好姊妹啊！到时阵我若做你的小猫，我绝对会好好疼惜你，而且我嘛会好好替你保守你的秘密，袂让任何人知影。点去的？你今麦做啥子？啊，我想练习啊。无爱，你得这样有信心，会当有谢总裁接手的，跟你做伙哦。那是当然的啊！啊，你这种有前科的都会用你啊，为什么我袂用你？刘嘉文，你是目标鬼啊？别在啊偷听阮讲话。我哪有偷听？这是走道呢，大家拢会经过的所在。你若是想要讲秘密，你就应该闭起来讲。等到伫大家拢会经过的所在，你若毋是受过白痴，就是家己讲白就大。雅君带爸出去食饭啊，应该袂遐尼紧就回来。我伫要趁这个机会，查出这书房内底的秘密。军工，伊讲爸是伫清点资产，可见遐个物件一定是藏伫保险箱内底。你哪只啊？爸，你哪会遐尼早就回来啊？正常，你哪会伫个遮？我跟你讲，卖铁品轩做酒靠，嘛卖赛龙亚军，这个家只要我爹一讲，我就不准你乱来。爸，你误会啊啦。我只是替品轩来找礼物尔，我真正无啥啦。我不相信你的话。主持人，看你大汉，搁对你遐尼好的人，你就会当蒙阮背义，我哪可能信任你？爸，你也安尼讲啦。好啦，莫讲遐尼多啦。为即马开始，我的书房无爱温俊明的一排，有听无？我知啊。无代志，明仔离开。是。爸，正常这是替品轩找一个礼物尔，你跟我说要你小题大做。我就是不相信你这个人。那不是你不肯离婚了，我哪可能给留下来？我跟你讲，像你这种人啊，别个信任你，卖什么代志拢给讲，嘛别个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，听无？听到啊。